没关系，因为我刚才讲说，好，现在开始红的啊，两秒、三秒。刚是，他为什么会停掉？他好像根本还没开始录、啊。那我的嘞？你一直在录啊，是五六五七啊。理论上是不用特时的。1:12，好了。哎、欸，走了走了。都有哦，还差一个。你要去右边缆车，要走点路。就直接带去这里，再去右边，然后再带去左边呢。右边下来可以从后面下来，后面这样下下来，好像可以。不要走这个了，哦，他也有在滑呢。嗯，刚坐轮椅的他也在滑呢。走到上面再穿。我要走上去。嘿啊。没有棒棒，是滑什么线？这是绿线啊，从我们上去以后，从左边滑到那边去，然后去那间屋子。嘿，记得一滑滑一滑倒了。他现在在拍照，不知道在拍什么。穿那个吊链，嘿，要倒。他是故意的吗？我觉得他摔倒的，他摔倒的准备动作好久。我们星野的教练是穿类似这个，黄色的吗？星野的教练。有的走左边，有的走右边。
这个人看出来。他的。咦，他蛮像啾啾。哦，这个像。他在练习很快的转法，要用棒棒的转法。但是也很稳定啊，我滑得越稳定就会慢慢进步。我今天都没有摔倒。嗯，习惯就不会摔倒。对啊，是红线吗？还是绿线？上面才是红线，下面就绿线了。那是应该是这些的。那个人在那边干嘛？不知道。他在堆雪人吗？他在堆一个球嘞。他黄衣服的不知道在那边弄什么。哦，我应该在堆雪。好斜啊。嗯。一边下一边刹车转弯就好了。转弯，转弯，转弯。对啊，那时候不要看下面，看上面的人滑雪就好了。要去那个缆车，他们也去吗？大家都去啊。他们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就跟山顶红线差不多啊。去那个缆车啊。你要上去这上面哦。这个跟山顶红线差不多啊。我不要啦。不然那到处都要缆车大排队。我是不是跟啾
就在这里玩就好了。那你要一直练这条线哦。我就一样从这里开始往下滑，你们从上面开始滑，这样好不好？对，你一直练这条线哦，上面那条，那这边会比较好练。好。对啊，一直做这个。对啊。四个人哦，大小大小。四个人的，总共有四个洞啊。后退，后退。修的走。快到了。在后面了。这个服务人应该约我四个是一家人，然后哥哥是公司。因为我在，我以为你们好了，我你们太慢了，还有舅舅在搞错啊。Hello。这个人呢？你要去滑红线。这里啊，这一条啊。又宽又大，很简单啊。对啊。你怎么了？他跑去练习这里了。他一直练习，接着他就会习惯了。我找不到他，应该已经滑。他练习完应该就很强。说不定血多到了魂断。不会。看起来这里的话开始要大腿酸了，会跳啊，都会风吹走。现在的雪没有很大，现在蛮大的，我没有早上大，早上更大。现在好像都没有风了，好像一天都没有。这是从哪里来的哈？嗯？是从哪里？从甘蔗。汉堡王啊，是汉堡王来的路吗？不是吗？是吗？这是从哪里流下来？这是横着过来的。这样我记得从，我是从这里啊。一定不是汉堡王。因为下面又有一段缆车。看一下。这边都打叉了，不能滑到这边来。就是要
掉啊。哇，草啊，草很多啊，这永远长那么多草，这是要路。人从这里这样滑，好不好？好惨，好多草。中间感觉很像水坝一类的东西耶。这里是人工，这里我刚才卡住了，差点，啊，差一点滑不下去。这样就到了，没有想象中的高。快起来，还是你到达的？我第一天溜那个上面的红讯的时候，一直摔倒。你现在有肌肉了，这里可以撑起。不是已经翻翻第一次了都。还有他，这都是小伙伴们的家庭。我这几天一直爬楼梯，我也发现，就是有啊。这连高手都不如我，幸好就掉到下面去，很酸痛。忘了把喇叭调最大声。等一下，我要学一下喇叭调最大声。你说对阳台？嗯。哦，风好像很大。我们去看看那个
白色花花衣服的人的那个地方。哦，在那里，风好大。走到有雪的地方就踩一踩，站一站也没什么。这种雪的地方都可以休息，站在雪上面休息。我有没有太慢？还是刚好而已。我有没有太慢？有点慢。有点慢。走那边了。
哦，乱乱的，太乱了，好像也不好。对啊，要小心哦。我们等一下逃跑吧。对啊，就已经下去了。感觉不好玩欸，没有上次好玩。对啊，我休息呀，我在休息呀，我在减速休息。两次坐啊，
自己扣到。难得可以一起坐车的吗？不。不。今天这样子滑这边没练习到、啊。但是。